汤给他们休息一下哈。啊，这个今天的节目在此感谢到咱的啊，咱的英雄哈，咱的主委刘建宏，咱主委以及咱的管理委员，哦，咱给他小弟阿子嘛哈，好，各个委员工作室来做一个节目上的安排哈。啊，希望今天晚上带来的节目会到咱很久后边快乐期待。那第三阶段的话，我们会啊有互动的，那其他大家哈，英雄快可以跟咱老师一起来玩乐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第三首有来宾点了一首歌啊，在这个期间，咱主管公叫小弟求解哈，啊，等我小弟读完以后，我就来唱这一首歌曲叫做《痴情的男子汉》。来，掌声在哪里？我是爱你爱你爱个没错，痴情男子汉，你敢嫁给我，我是为你求欢。我会当有你快乐，家己幸福一世人。就算讲爱半，无你一千两百万，我会当用我所有力量来去甲伊赚。一杯交袂手，咱一暗流苦汁。我甲你吹落落，你爽快的我你嘛，我乎你我所有，你甲身躯拢无换。我甲你相逢伫爱的这条路，我决定袂乎你。我相信蔡小虎，你嘛甲我同款，爱伊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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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唱出表现得好，我就要给你一个赞。为着咱的家庭幸福，我吃天都不够赞。每暗拢加班，我是痴情的男子汉。我是爱你爱你爱甲要死，痴情的男子汉。爱过我的车，若要算甲煞，爱坐我五只游览车。你本来就是阮的故事，是真故意，但是伫眠床顶又受袂了的阿塞。今嘛你家己拢会主动来开去，你讲先生我的事，我若听讲你在小品，我会卡着麻痹。我若听小姐你着讲我奇怪的你，你去哪边？我送你芭乐衣，是你代表我爱你。痴情的男子汉，也袂要过一关，回来去故乡娶我心爱的红花船。最后人生的路，我陪你行完。快唱了，朋友起来！我是爱你爱你爱到要死，痴情的男子汉，你敢有听到我的心扉？我是爱你爱你爱到要死，痴情的男子汉，心爱的我来认识你，我爱你所爱的时间，一段一段单，我爱你一世人，两年一天对一天，心慢慢也慢慢，这就是我的梦。这一段，只因我是痴情的男子汉，心爱你，我爱你，是你把我爱。我是爱你爱你爱到要死，痴情的男子汉，你敢嫁给我，还是为你？
苏点的歌曲，我的粉丝为台帮罗来阿古。哦，哇，他多来一下，我听那个痴情的男子。哇，那这首歌一定要唱一下。对，本来今天是，我本来是想今天晚上都丢给他们哦，让他们发挥就好，好不好？接下来，等一下我们第三队单打互动的歌曲啊，对，阿兰给完，阿兰给他们几个台上的老师一起来互动，他请留麦克听哈，也来个讲，这里有来自台中的，有来自高雄的，有来自这个台南的哈，也有很多的这个乐手用过来共享这局，所以来刚才大家给请留麦克听，把他输用了哈，好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今年呢决定来发行个人专辑哈，那我呢来打一首我的主打歌曲。的专辑的一首轻快的舞曲带来送给你们，浪漫爱情，给我们一起掌声鼓励。两个人手牵手，爱意而美丽的
你打算去休息，你自己创作的，创作的歌曲。对，既然你就已经唱了，我们先好好的介绍一下，刚刚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？浪漫爱情。浪漫爱情。是的。不听会吗？没有。都要被抓醒，听会。好。还有两个月了，还有两个月了。对，哪一间唱片公司？目前还没有人投资。不是啦，就是有两个唱片公司还在瞧。对，这样子还在标案，对不对？非常好啊，对。小吉这是不错的歌手，他本身很爱音乐，然后他有时候阿姆西亚库美品就在家里写歌词，然后创作歌曲，哎，所以他常常失眠，所以也蛮辛苦的。你怎么知道俊哥你怎么了解？因为他连普遍晚上都没有在睡觉啊。是天亮才可以睡，对，因为我是那个活在美国的世界，夜猫子习惯了。他都天亮五点都阿公阿妈起来运动一下。没有，晚上创作真的比较有灵感。真的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对，是的，然后想到过去被糟蹋的感觉，没有，都是就会自然糟蹋，没有这么严重。我刚刚写这首是很正面的歌曲，浪漫的歌，对，然后送给先天下的所有有情人，终成眷属，祝福大家。是的，谢谢俊哥。希望这个发行之后能够大卖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尤其是今天有王爷的这个庇佑，我相信这个唱片会有那个俊哥的提拔。哦，不敢，要感谢主委。见风听他的提拔，谢谢主委，见风听他的提携的，谢谢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后面要请见风听他上来给我们讲话，然后合照一下，送给现在委员，现在大哥很照顾我们，好不好？好的。OK， 来接下来哈，等一下互动的歌曲，恰当给歌曲回归，好不好？那我回归外动这里是 A 杠，好吧？可是我们还要先介绍我们的乐手老师，非常厉害的一个组合。现在首先先来欢迎一下我们长笛以及琵琶老师，他带来现在日本最夯的一首歌曲。现在要一起来，就是对，他们两个要一起合作。那这首歌呢，在台湾啊，在今年也富有知名度了，很多那个朋友们也很喜欢哦，电玩的或者是呢喜欢那个游戏们的朋友们，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来自于日本的千本樱。
好听的歌曲，有共鸣。哇，真的非常的棒，非常好听，而且呢，两位老师太精彩了，中西合璧乐器，对，而且合作无间啊。其实咱这个音响好像每年的节目都在提升这个技术哦，比较不简单啊。所以两位老师非常在这个地方哦，让胡林党也慢慢在提升我们的水准跟音乐，好不好？对，好嘞，接下来由我们的美心。好，在老师眼中，带有这边非常中国风的歌曲之后，是我本来呢有安排的就是我们特定歌曲，但是突然改了一下。用用什么手机条歌，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候和这个神明生日日子哦，一定爱唱这条歌。下面瓜田是跟我同姓的，是我姐姐的，因为跟她同姓，黄飞的歌曲哦，现在黄飞的歌曲哦，大家应该都很喜欢那一首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送给我们，来掌声给两个手。水你就加地位，再见，阿妈水。
啊，非常感谢欢迎美金，感恩之后 Andrew 哈。对，好的，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很多了哈，接下来有请来三位老师啊，也要来合作两首歌曲。非常火的歌曲，无情手是我们这个网络 LINE 里面非常火红的一位。你老练 LINE 看我，然后 UK 来无情，点阅率都是好几万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一位本尊，好不好？非常的高人气哦，李老师，是的，是继续的安排好听的歌曲。那等一下我们接收完的会有互动的歌哈，那家长可以这样好好的来一起来玩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欣赏两首好听的歌，带来新董秀或天国给有我们的依林啊 ，Orange， 还有我们的小丸子。一起来合作华天的歌曲。好了，我们用掌声欢迎，哎，们掌声不要吝啬哦。那 Kiki 哦，你的中心婆啊，亲啊。首歌好像不太够，所以我们在喜欢三位老师再安排一首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要不要再这个速度他多那你帮他的琴哦，最高的琴的速度到200，是200是哦，好，200，我说是，对，是要200，对，200是很快的，连 keyboard 老师要换也都对，所以没办法拉到这么快的速度不简单，对，所以我们还是再安排一次三位老师哈，这么记忆这么强哈，再安排一首，三位再一起来一下，好不好？他们应该这一次我们可以加一点翻跟斗的动作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刚刚三位老师已经非常的忙了，是哦，非常的适合刚刚那一首歌《牛仔很忙》。好，接下来他要带来一首
首算是古典歌曲啊，那带来非常好听的一首匈牙利舞曲。哎，听说我们的长笛老师也会啊，啊，会都一起来，没关系，加入好不好？加入下来，各位想要听的 PK 都下去啊。你觉得呢？哎，是不是不够快？想要下去的，一起来。每一个人感受一下，每个乐器不一样。从一开始，每一个人介绍了跟一起合作的感觉不一样哈。所以我的阿彪越来越精彩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请老师哦，直接到我们的王爷的面前来做演奏哈。阿兰给方亚在演会哈。给方亚，刚好没起来，赶紧讲几句话喂。但注意注意注意，敢无用耍。我们亲爱的主委，阿你无用哟。如果还在忙的话，这忙没关系的，我以后来当。等一下后面要记得上来跟亮相姐哈，阿跟咱家的老师来合照啊，恭维我维姐，好不好？好。阿那伯，我介绍个 N 嫂，等一下我们要请舞团跟老师哈，飞到我们的王爷面前，所以他带头前要跟乔姐吴尤文哈，来咱来带来恭敬家的乔姐吴尤文，我们带老师来亮相，好不好？所以来继续由我们的歌手先带来好听的歌曲，啊这边互动啊，也当水卡开开啊，好不好？啊来由我们的小齐跟美琴再来带一下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带来三首的跟大家互动的歌曲哦。